新女郎林允近期几次恋爱活动都被发现气质有变，昔日小火牙加小酒窝的她辨识度很高，少女味十足。而如今似乎做了烤瓷牙，看上去多了几分成熟的味道。网友纷纷评论称，做了烤瓷牙好成熟，她不仅是做了烤瓷牙吧，有股风尘味，还是原来好看。而一直以来，林允有着清纯的外形和白皙的皮肤，被赞颇有大 S 与舒淇的综合体的味道。林允属于邻家少女类型，私下里她走的是长发飘飘清纯女孩的路线，很青涩，透着灵气。但看似娇滴滴的林允，对于美人鱼辛苦的拍摄过程都不含苦，颇得周星驰喜爱。